我去，有个十来只。之前我在这边捡了有个二十来只，你们还记得吧？有大概有个二十七只。今天啊，没有这么多。你看这些鲍鱼在这吃海菜，你看肉都凸出来了，很能吃啊！一个一个的小胖子，你看，你看，肉都还是行的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非常活跃。五六个，七八个呀，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。那边是三个，那边还有一个，十一个一共。可以，啊，看这边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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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只！妈呀，完了，这一下子又爆桶了，这刚来啊，还没开始啊，就结束了。说爆桶过分了啊，就形容这个货非常的多呀。我刚过来，坏了坏了，这个得使劲儿，这要不使劲儿，它钻到手里，这个脑袋大啊。拿不出来了，这个脑袋我一拿我就知道它有力气，哎，瞬间消了，还吐水，收了。你看这边还有几个蛤蜊，估计是他们在过来吃蛤蜊的。哎呀，我看见你了，刚过来的时候注意力在这几个鲍鱼身上，没往这边看，你往这边一看，哎呀，哎嘿嘿，拿不起来，一堆八爪鱼，看这里边有卵有大米，收了收了，还行。现在夏天好多苍蝇啊，你看，走，在这边。哇，这一只海参呀！但是这目测这情况不太好了，一般来说这么长就够了。你看它这么长，但是好在它还硬硬的，硬硬的没有软叉叉的，那就好很多。行吧，你们看这有没有像那个什么玩意儿？海茄子，茄子。海茄子不是像狗粑粑，再走，八爪鱼是不活的，这里还有一条，呀，不是不活，你别动，干啥？你看看它不活，我说了不是不活，还有点微弱的呼吸，你看，也就是一般般了，我感觉，有还行吧，趁它活着下锅就可以，来得及，一切来得及，这一个还是很好的，哦，这个有大米，你们能看到吗？能。很明显，这个白白的就是卵大米啊。看看这底下还有吗？要是有三只的话，那不就发财了？哎，没有。哎，这边水流还挺大的，我看这边有没有货。哎呀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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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怎么可能？我还没搬开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，这边有没有？没有，别搬了。你看这什么？哎呀，我搬了半天，里边没有，就在你眼皮子底下有一条。走吧，继续继续，我看看这个。哎呀，好沉啊，这个石块，有吗？没有。快来快来，这边一头大鲈鱼！哎呀，我天哪，离老远我也看到是大鲈鱼了，这鲈鱼太好辨识了，是不是？看它身上是星星点点的，一看它很新鲜，很干净啊，这屁股有点大呀。看掰开行不行？可以的，粉红色的。哎呀，好沉啊，有个二斤半，你们看呢，它的长度半身体这么长，给力呀，怎么样，你们喜欢吃鲈鱼还是黄花鱼，可以在评论区里打一下啊，我就给它收了。这个鲈鱼除了清蒸红烧也好吃吧，但是我最多的就是清蒸，省事方便。哎，我的天啊，这个鲈鱼放在桶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。走，继续找找货吧。八爪鱼，八爪鱼，哎呀哎呀，那个八爪鱼，哎，还吸了个鲍鱼在这吃，你看，哎，还吸的海蛎子，吃的挺香呀。这个八爪鱼够瘦的。对，它是正在长身体嘛。哦，还吐水，所以说它鲍鱼啊，海蛎子在这吃，海蛎子不也叫生蚝吗？这是之前的都让你吃的，你们看看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今天刚刚在那边捡了多少鲍鱼了？十一，今天17，咱们挑战一下，捡个25、26的行不行？说30好像有点不敢说，万一不够呢？加上这些，17只了，走，继续找一找。哎，又一只露头的八爪鱼，一只，你看，哎呀，它想往里藏，哎呀妈呀！什么情况？你看到了吗？摄影师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怎么还黄的这个？我一拽它的爪子，带出来一只海参，这个海参在这里边藏着来着，应该是它的爪子吸住海参了。
我一拽给它拽出来了，我看这里边会不会还有啊。哎呀，哎，没有了，没有其他货了。这个是你看蛤蜊。哎呀，这个八爪鱼吃着海参，吃着蛤蜊，条件也挺好啊。这里还有好多大蛤蜊，你看捡了啊，不少不少，还行吧，带走。这赶海4-5个小时马上结束了，定下的目标没完成，又捡了一个，才有一个18只啊。一只墨叶螺，你看这个已经钻沙钻进去一半了啊，看它的痕迹在这里。好，赶紧把它给收了啊，来洗一下。哦，看到了吗，水花四溅的呀。好，放桶里啊。来看，又一只。这个有肉没？妈呀，壳呀，这壳很漂亮啊，再把它洗一下收回去。走，好看的海星捡了啊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海星也会窝沙吗？进去了。来，这海星不少啊，你们看，这个也还行啊，收了。哎，你看这里有一只快要进去的墨叶螺，再把它给收了。你们看它还在动，能看清吗？还在动哈。好，哦哟哟，来洗一下它的沙。来，呀，看这水怎么样。好，收了啊。这里还有一只啊，这来的正赶巧啊，你看它都不小啊，都不小。来收了它，看这水，我去，哦哟！再仔细找找啊，还会有啊！哎，这里有一只，来，哇，又是一只小白胖的，洗一下，来给它捏一下水啊！哦哟，哦，这个最带劲是吧？好，收了啊！哎，啥也没有啊！再找找啊，仔细找一些。今天这里毛眼萝卜少是不是？哎，看这里，哦哟，还有一只没来得及窝沙的，你看，吐出一点了，把它给收了啊。好，走，再看，来来来。哦，你看这里这大螃蟹，这花盖吧，哦，老凶了，你看，凶残。我天哪，你这是从泥里刚抓出来吧？这是怎么收它？来吧，好，嘿。哎，好，这里有海螺，这里啊，这个海螺还不算小，你看没出肉。这里还有一个，那都有肉的啊。哎，你看这个海蛎子里面有肉的，带回去啊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哦，不是大的啊，这叫海蛎螺。嗯，海蛎螺，找不大的海蛎螺。你们看呀，你们看呀，我又被这螃蟹给那个了，给攻击了。差点的又夹到我肉啊，这是死活不松口啊。哇，啊，你累的。好，你看这里两只海螺哈，我去，来，这里还有两只，这里还有一个啊。好，收了它，走，看还有没，这里海螺都成堆啊哈。这里还有一只呀，有肉没，这个也是有肉的哈，你看挂着钩的么的，收一个。走，我天，哦，什么声音？那个啥，这个海鸥的声音。害怕，这里在狭窄的区域啊，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害怕呀。有没有螃蟹？我操，这个我能搬到。有小的出来了，看，小的。小的你激动啥？我操，大的，有没有？就这个小的，老激动了我都。走，哎呀，快点吧，哦，跑跑，涨潮了，快跑！哎，每天赶海不涨潮是不走啊。你看，涨潮了。